看弟弟动起来，他们都非常的开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好难得，好久没看到弟弟在台湾举行大型的活动，可不可以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最近都在忙些什么？最近在忙演唱会，刚从澳门结束一个自己的巡回演唱会，然后刚好今天可以来稍微运动一下，因为四月中又要到上海继续演唱会，所以可以对激发一下不一样的体力体能。对，而且可以做好体力来为演唱会做准备。对，其实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有过一段你为 Anita 拍的广告影片，然后这个大家都非常印象深刻，里面又是跑步啊，又是骑脚踏车啊，还有跳舞，而且都是跟好姐妹一起的。没错，就是要有姐妹大家一起互相督促，才会运动起来更有劲。对，因为一个人有时候就想说，哎，我懒得出门了，好累哦。对，所以一直是希望能够鼓励好姐妹们一起运动。没错，而且尝试不同的运动，因为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影片里面，就是像你说的，有骑车，然后也有 boxing， 然后还有就算在下雨天也风雨无阻跟姐妹一起跑步。对，因为只要跟姐妹在一起，都一起运动，做什么都很开心。对，不要给自己借口，就是动起来。所以今天现场我们为你邀请到120位好姐妹，感觉都是好手对，有些肌肉线条都已经很厉害了，而且有点害怕。更厉害的是，每一个都非常的漂亮。对啊，对，因为有运动，所以更漂亮。对，运动让自己看起来非常有元气，让身体更好。而且我听说你刚刚一进来就非常的兴奋。对，因为我很想要看后面的教室啊，然后还有体验区。那你刚刚参观完我们整个训练营之后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不错，因为其实我平常就是活动范围有在这附近，然后像外面那个人行道是我跑步跟骑 U bike 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以后可以停好车就走进来，自己来训练一下自己。没有错，我们今天的现场除了你说到的可以骑车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有四大主题的训练课程，待会你要跟大家一起挑战。没错，要挑战，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感觉难度还蛮高的，心肺会弄。对，而且这四大都是你说的不一样的运动方式。没错，我们要有 boxing training 跟 yoga。还有 dance， 我相信你平常办演唱会 dance 应该难不倒你。已经很久没有当唱跳歌手，对，现在有点生疏。现在是走抒情歌手路线。对对对，今天有点紧张，大家可以那个看久违了，可以看到我跳舞的样子。那我可不可以先事先来问一下，在挑战之前，你觉得你今天有没有信心可以脸不红气喘的通过我们四大挑战？完全的志在参加跟充满斗志，但是有没有信心，就是等一下你看就知道。OK。